很多人啊，有很不会吃哈，有很多吃法，上锅蒸10分钟，葱姜蒜红烧一下也可以啊，还有一个咖喱麻辣味都行啊，回家剁一剁，炒一炒啊，蟹块都非常好的哈。来，我直接播，正在直接啊，哎呀，这么肥的，哎呀，嗯，香了。